斯加盟湖人后，很多紫金铁粉并不高兴，甚至还排斥勒布朗的到来。洛杉矶为迎接詹姆斯的到来，自然粉刷了很多的画像，可也连续被球迷损毁好好的一幅壁画，转眼之前变成一面白色的墙壁，一点痕迹也不给留。当然，最让球迷无法接受的还是这幅壁画的损毁上方是科比、奥尼尔、约翰逊的湖人民宿。这一次没有把勒布朗、詹姆斯凌驾于他们之上，或者平起并坐。壁画中，詹姆斯位于下方，抬头仰望这些湖人传奇，可结果还是被泼了一大桶白漆。怎么的，詹姆斯连仰望的资格都没有了吗？而在洛杉矶另一角落，一位身穿快船球衣的球迷看不下去了，在用黄色漆料将詹姆斯画像中不均匀的部分填好后说道，不管是哪帮的球迷，这种行为都是很下流的，要是讨厌詹姆斯可以去找他单挑，洛杉矶球迷不会做出这样的事。决定三和决定一待遇完全不同，当年去热火，迈阿密球迷欢欣鼓舞，其实球迷烧球衣泄愤，决定三克利夫兰球迷支持老詹的选择，反倒是豪门湖人的紫金球迷不愿接受。不过退一步说，连湖人传奇民宿科比都连番表态欢迎詹姆斯到来，来到这支没有夺冠希望的没落期的湖人，再涂抹壁画还有什么意义呢？